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为你做现场。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这个在美国股市的下跌当中呢，难能可贵的能够开低以后的抗跌，哦，这个是相当好的现象，迅速的拉抬，哦，这个拉抬没有用，它一定会再回来，因为没有量，哦，量估计才1800多亿，贵买比较强。今年以来贵买都比较强，所以是选股不选市。你有时候股票它不会跌很深，一回来你要赶快进去。但是它拉回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拉回修正1到3天，今天已经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它只要守稳的五日线，它现在五日线已经跌破了嘛，那你要攻的话，一定要先站上五日线跟年线嘛，这是基本的道理。一般这个时候高点下来的第三天就有反弹的机会，啊，这个行情啊，最主要是它之所以裹足不前，我有跟大家讲过，啊，讲过什么呢？你要先看这个所谓的美元指数，你看看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对不起，我再弄一下啊。美元指数啊，在高档的话，美元指数在高档的话，很容易啊，这个它现在连续涨三天嘛，那昨今天就先开始回跌，所以我们就跌嘛，所以你要盯到美元指数是不是在，它是反弹以后是不是走多头，这个要很小心。如果美元指数涨的话，那表示台币就会再回贬，那外资就比较不会进来，外资连续买了14天，到昨天开始卖的多，卖了125亿，啊，那这个行情就是选股不选市了，个股不同，你只要抓住的主流股，所谓主流股就是很简单，电子股里面的 IC 设计，电动车最近比较弱一点，然后就是这个生技股里面的几只股票而已，哦，这样来抓的话就比较把范围缩小，在操作上啊就能够随心应手。不然的话，要操作上让，说老实话，这个股票市场啊，像昨天的大跌，你昨天会想到跌170几点吗？我有想到，因为怎么样，它拉不上去了嘛，它告诉你它拉不上去了嘛，它昨天在前天就一个类似一个这个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就有，上个礼拜五就有一个类似吊人线了嘛。那劣势吊人线站稳的年线，它并年线还没有向上嘛？现在所有均线都向上，只有年线没有向上。那等到年线向上，这些均线跑到年线之上，那这又是多头市场又来临了，就在等这个时间嘛，等这个时。但是战争没有打，粮草先行了，有些股票就会先上来了。所以这个在操作过程里面，你们就要找一些比较好的股票进在 OTC 昨天没有破五日线哦，你看哦，他昨天没有破五日，今天破假跌破五日线，马上就是大上来。什么原因呢？表示 OTC 的整体的形态相当的漂亮，中小型股它是领航者，所以买股要买强，要买领头羊，原因在这边。哦，那因为我在节目中我会讲一些所谓的期货，因为期货很重要了，它可以领先市场，告诉你外资在搞什么鬼。哦，外资在昨天它卖了125亿，期货减少1372口，它有7915口在手上。那它昨天的成本是15426，它昨天在踹你一脚，它昨天在踹你一脚，你知道啊？你看啊，这个它昨天在踹你一脚。那今天你要怎么做？今天你要去做多的话，风险相对比较高一点点，因为美国股市大跌，昨天晚上跌到15330附近嘛。那他今天开的这个高盘，对比照盘后的话，它是高盘嘛。那高盘往上攻，叫做突围价。所以我在规划上，我说15450附近，我就会在做空头的打。你看我这个都是规划性的。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对应我们台股的这个小夜盘里面的台指期的走势，最高到15413，
最低到153.07，对不对？啊，你今天要抓的话，你抓一五，我抓的话15310以下做多嘛，然后15450附近，你就把它空下去，就把它空下去。像我今天在这边就把它空下去，空下去回来90附近就先回补，啊，这里是多杀的，迅速又拉上来，表示外资左拖不及呀，左拖不及。所以这种行情就是说，这今天算是盘整行情，就是15380到15450之间的盘整格局。像这种盘整格局啊，你要懂得会做，你就会赚到钱。哦，我是高档先把它空下去，下来回补。高档我15430以上就空了啦，停损设好36点，对不对？啊，回来你就把它补。回来的话，你就把它补起来就好，哦，15400以下可以开始回补，哦，你就做期货很简单呐，就是当冲了，每天赚个30-50点的，给他们探收回啊，6000到8000、10000啊，给他们谈呐，他不会散啊，你又可以把整个行情掌握在大盘的行情掌握在手上，多了解说外资的动态等等都是这样子，那。外资到底在台湾要将来要怎么做？他也是希望他卖那么多，只要台湾没有战事的话，两岸能够和平，那当然股票就大涨了啦，和平一定大涨了。但是两岸和平有很多的条件说了，不是那么简单了，就卡在那边。那在卡在那边的情况之下，你就选好股去买。哦，先很简单嘛，台积电，台积电今天涨不动，为什么今天涨不动？它的 ADR 大跌啊。他今天要涨动不容易啊，台积电就是在这边盘整，这个跳空缺口已经先来补了。他比大盘弱，他这个5.21已经先今天就已经看到5.22，有没有看到？他就到5.22，那明天很重要哦。他而且他爬到这个连线之上哦，比大盘还强哦，对不对？他是比大盘强哦，所以你要找台积电的相关的所谓的相关什么相关的股票，像我就找创意750块买进了，啊，我上来也是调节啊，调节一半给他，3443，他上来你也是调节他一下，哦，你他上来没关系啊，他这边压力很大，他这边压力很大，870以上压力很大，你先调节一下，下来要买再来买嘛，用这种方式模式来操作，哦，这个你拉高先出一下嘛，先出一半嘛，然后下来要买再来买，下来要买哦。还有的是机会，啊，不一定要买这个创意，还有其他的股票可以买。我过年后才买750块，你看今天也到858，前几天还到871，我那时候没有卖，拉涨停板那天我不可能去卖嘛。啊，我说你们去抢就套到了嘛。昨天你吓坏了，你们只要吓坏把它卖掉就追高杀低了。昨天那种盘哦，一般人都会吓坏卖股票，一般人啊。那我一定是怎么样采取太弱刘翔的策略，你今天晚上上来我再把你调节就好，这个是我750块，这是台积电子公司 IP， 因为 IC 设计的 IP 这一部分呢，我比较喜欢买有母公司里面的子公司创意，750块买进，当天的9:05开盘的时候大涨，我在这个时候买的。我在这个时候买750块买的，买了隔天一直涨上去，涨到那一天涨停板，对天有涨停板，我也没有卖啊，这10%、10几%，那现在也赚了100多块啊，100块左右啊，对，还不错啦，今天说先调节一半嘛，啊，智研也一样啊，我178块买的，192块，昨天我说调节一半，3035。我昨天先调节一半，192先调节一半，啊，等他回来，你看他也很守规矩哦，他回来到什么低点？5日线就是买点，这是联电集团的好股票，但是外资昨天大卖，昨天卖了2000多张，哦，那你他回来2000多张没关系，他还是跟着创意走，还有跟着3661走，四星走，四星创新高，所以这一支是比较邪门一点，哦，他。看来1000块是要来了，看来是会来哦。那股票就是这样，你要懂得现行的分析，现行的分析很重要哦。现行转弱，
你闭着眼睛就砍出去了。为什么？保护你的资金要紧。你看我这个买也是稳稳的买啊，自研啊，我二月二号才买的啊，我说这个会补涨啊，对不对？看到创意涨停板，它就会涨上去了嘛，就很简单啊，这股票道理就是这样子而已了。那金基这个是长线操作，8358，这个好股票啊，8358，我从50块就跟大家讲了，到现在不太好赚。不像你们都买到涨停板那么厉害，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是不小心涨停板，像创意，像前几天的，我都买股票都是不小心才涨停板的，像这个不小心涨停板啊，这一天也是不小心涨停板啊，哦，那这才是你要的真实的操作，而不是天天在表演涨停板给你看，每天讲涨停板，那个叫做金光党，你进去就知道。每天就表演金给你看，叫做金光党，每天讲涨停板那一些人，但是投资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办法，因为哦，他参加投顾哦，最好能够天天买，明天涨停板，股票没有那么简单呐、啊，今天买明天涨停板，那我要喝康哎，对不？那个都是怎么样？一般的。股市小白，你们去年哦，这些股市小白哦，输的哦，一屁股啊，真的叫小白，输光光，还有的去做当冲。你看，像我们这样金鸡下来稳稳之后，50块开始买进，对不对？跌升买进，这种就是一个操作的模式，给大家参考，对不对？那50块。我停损都设好，我没有，我买股票第一个重点就是我停损都会设好，停损设好我就不怕，你停损不设好，对不起，相当危险。为什么？股票没有稳赢的了，是大赚小赢。像前几天过年到昨天为止，前天我就开始调节一下，哦，像上个礼拜我调节一下，我就在卖股票卖上瘾啊，那昨天也卖一下。那今天下来我才有现金买股票啊，不然你怎么有钱买股票？现在大盘目前是涨21点，它不会涨了，不太会涨了。为什么？没有量，没有量就没有价，而且它上档的压力蛮大的。外资昨天才卖125亿，它还在这边养空，它继续让你涨。起码单笔个大气在出钱，那个你有嘅。美国也是高姿态哦。美国也是高姿态整理哦，你看美国的股市高姿态整理，我们看道琼比较弱，汇成半导体它就是高姿态啊，它高姿态整理啊，但是它一上去遇到压力，一上去遇到压力跌破5日线，它转弱，转弱回来以后啊，第三天今天晚上就有机会了，今天见底马上就可以翻上去，就有机会了，它涨一波两波三波四波，还有一波嘛，还有第五波嘛。但是它就影响到台积电这些股票，半导体嘛，所以我们台湾的涨跌要看台积电，要看什么？看鸿海。昨天鸿海拉，所以指数才没有跌那么多。但是昨天的指数是跌了超过一点点的，啊，你跌下去的时候，整个趋势破坏掉的时候，你就要修正嘛。所以像我这样上来，我就空你，期货就给你空，保护我的资金。我股票有买股票，我期货来空你，下来都是赚的。然后再股票慢慢补回来，叫做守株待兔，逢低布局。你不要天天去追高，你追高杀低，那一定会很惨的。很多股市小白就是天天在追杀杀低，天天当冲热。我跟你讲，当冲只要会赢哦，台湾的股票市场只要当冲会赢哦，满街都是有钱人了，阿猫阿狗都是有钱人，不可能的事情。期货 OK 啦，期货当中赚个小钱啦，做波段赚大钱啦，股票也一样啊。当中你是扩大信用，比如说你有1000万，你顶多拿100万去做当中，这个及格。我拿1/10来冲一下，爽一下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能说你100万去做1000万的生意，那这个风险太大了，会把你输光。我跟你讲，我这个是经验之谈，跟你讲良心话。
我就看到一个卖菜刀的老师，一个欧巴桑拿一千万，哦，玩一个，我哦，我拄了这个名师，哇、哦，这行啊，参加以后输八百万，剩下两百万哭回去，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是说贪，但是股票市场贪婪都很正常，你每一个人都是贪婪，不然你到股票市场干嘛？就是要赚钱嘛。但是要有机之秤，有可机之秤，你才贪呐。啊，你不能偷鸡不找蚀把米啊。资金很重要，资金就像人的血液一样，人没有血液，他你就挂了嘛，休克了嘛。你资金输掉了一百万，输掉五十万，我剩下五十万，我五十万要赚一倍，你输五十趴，剩五十万要赚一到一百万要赚一倍，啊，你就计算就知道你输赢的几率有多高了嘛。哦，我们休息一下，下个单元再来讲股票，谢谢各位。坚持用心选股，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94-6168-2394-6168。摩尔坚持用心选股，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94-6168-2394-6168。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买股要买强，要买领头羊。哦，这个领头羊呢，就领先上涨、领先创新高这些股票，因为它领先上涨啊，它转弱你就知道，一看就知道。哦，那你要用四面双耳去选股，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做到面面俱到，才能够滴水不漏。其实股票市场，只要大多头市场。大家都想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用什么方法？强者很强，强买第一强势，第一强势股都会出现。啊，你买那个三亿三升的股票，我们不乱追股票，带进一定带出了，就是用这种模式来操作，买强势股，强势股转弱我们就退嘛，做短打，因为今年短打盛行嘛。哦，那我们都会在盘中注意美国股市，像美国股市现在小道琼是涨十七点嘛。那表示今天晚上美国股市不排除会反弹，会反弹哦。那反弹的时候，所以台股都会领先市场说反弹，所以今天跌不下去是这个原因。那有些股票是长线操作，像即时啊，这个长线操作了，这个即时这个86180就坐等哎，哦，6180，这个做长线的，这个长线的。哦，我从底部就跟你讲到现在了。做长线的股票方法就是不同。那创维也是做长线的，3231，它稳稳的涨，这个比定存还好，它稳稳的涨啊，比你记定存好多了啊。但是你买了以后好好报。啊，我跟你讲过什么？你买生技股，我主张就买两档，一档叫做1795，1795你今天就不要去追喽。哦，昨天涨停板，你今天不要去追。我昨天怎么跟你讲？你买美食之外，还有一只股票叫做宝瑞，它今天就涨了，今天就涨涨停板了，对不对？宝瑞，今天它就涨涨停板了，对不对？这两只，宝瑞代号是476472，它就是涨停板。昨天它是要跟着涨停板没有成功，今天就成功了，你就买这两只就可以了。你做生技股就买这两只，这是真正的指标，什么台钢生什么那个都是假的，这两只才是真的大指标。对，像我跟你讲说，你买电动车，第一红海跟
跟裕隆嘛，再来就是个股就是什么，个股就是德威、台半，对不对？这个所谓的2481、强茂这些股票，胡联也可以。那像康舒，我看他拉不动，我就跑啊，6282，我在底部买的，他拉不动啊，拉不动，但是今天打下来，我昨天跑的，今天开着开这么低，跌2.5块又上去了，表示什么？法人没有跑嘛，法人全部套在里面。我是昨天卖的啦，今天是可以捡回来的，对不对？这个叫做高出低再进的方法。昨天我看不对，全部卖掉，今天下来，我这个是稳稳的买，沿路的上来哦，对不对？34块多买的，再加码，加码上去，对不对？那今天的宏达电，我昨天有买宏达电65.8，今天宏达电就涨不动，因为它昨天先拉的嘛，对不对？我买50块多，58块多了，今天就拉不动，拉不动这个还没有跑，除非它今天大卖，那看来它守住五日线里面又可以表现了，这就是股票，公法不值钱啊，但是你要懂得技术分析的方法，技术分析的方法很重要。像德威，我说从200块一路的跟大家介绍到现在。好，63675，这也是好股票啊，这也是好股票啊，我已经卖一半了。你看，3675，它是拉尾盘，为什么还没有出掉嘛？主力还没有出掉，它就跟你拉尾盘。我昨天就全出一半，对不对？德威，我跟你讲多久了？哦，我出就出，我会讲我出一半，出一半的目的就是保留比较多的现金，在今天可以做买进。今天可以做买进的动作，今天下来有些股票是可以买的，有些股票是可以买的，但是不是都可以买？哦，这个因为最近的股票操作，它不是说哦很好做，它是急涨急相对的，差不多20%在涨，50%在跌，30%在盘整，所以你要懂得就是买股要买强，要买领头羊，原因在这边。那像我都有这个所谓系统帮助我，我在看盘的，我把这个股票要买的股票哦，就弄到股票池里面啊。好像我的股票池，有什么创意啊这一些股票，这个都是我股票池里面的股票，对不对？啊，我就拿出来做，10档股票挑出来，总统会员跟一般会员把它分开，哦，低价的一般会员嘛，高价的就是总统会员了。我们这次也赚了不少。我们智能决策系统快很准 ，AI 金头脑地表最强获利神器，感恩大回馈，买一送二大一三，有扣讯可以干，我送你软体都没问题，啊，软体也送给你，然后又可以上课，你有课程安排可以了解技术分析的重要性，啊，你有做期货也更好，股票期货买一送一，你因为有些人做股票又做期货，你不用交两笔钱。交一笔钱就好，又有股票可以看，又有期货可以做，又有软体可以参考，何乐而不为？啊，你参加的，说老实话，准的当然也很准啊，啊，不准的会把你输光。我跟你讲，每天在讲涨停板，他们不懂得低接高卖的模式，我是核心之股来回操作，用这种模式才会赚到钱的。哦，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哦。买一送二大一三，股票期货买一送一，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各位，再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